人死了之后，到底是去了哪里？有些人说是上了天堂，又有些人说是下地狱，可能只有死了之后才知道。可是现在我想知道的是，我们烧了这些东西，到底对方有没有收到？
也许这世界上有他们的存在，有些人听说过，也有些人见过，那你呢？我们下次再见。